近田编与北京电影学院2004年与星光灿烂影视公司签约出道，第一部电影就与刘家辉、八两金主演动作喜剧片《狂蟒情魂》。二近田出名的方式与众不同，次次都是主演又频繁，有巨星合演像不受人关注都难了。近田的背影隐藏的也很深，除了星光灿烂影视公司力捧之外就没其他线索了，不禁让网友十分留意这位神秘美人。而且景甜的背景不仅深还很强大，在2013年与成龙合拍《警察故事》的宣传活动上，成龙大哥都不敢碰他一下。同年甄子丹在特殊身份发布会上向要搂景甜的腰表示友好，可景甜直接后退并抓住甄子丹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下让甄子丹很是尴尬。而像景甜这样的明星竟然被一位演员亲上了，他是景甜的秘密男友吗？原来这位演员叫任嘉伦，与景甜在《大唐荣耀》饰演患难夫妻的 CP， 两人在戏里经历过无数的生死考验，却最终还是没在一起。在宣传会上两人被观众粉丝热烈要求热吻，无奈之下任嘉伦真的抱着景甜亲了起来，现场气氛一度高涨，娱乐圈瞬间炸锅了。